看我啊，我画的非常非常客气。首先跟你说一下啊，就是你之前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画风，可能以后你都不想见这样的画风。可爱可爱可爱。对，我比较喜欢可爱的。Hello。我看你的时候，你给我一个回应，好吧？睫毛很长哦，睫毛很长哦，笑一笑啊！笑一笑啊，古装的古代的跑到现代找我画画，我也是够有名气的啊。你是哪个年代来的？晚上回去吗？啊，晚上还坐时光机回去吗？我搞的顾客都已经对不上词了啊。我觉得你是唐代的，是吧？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。你们那个年代有没有手机？有没有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这么内向啊。一会儿你自己看，一会儿你自己看的啊，一会儿你自己看，可爱的很啊。后边头发我看一下，后边头发，嗯，好嘞。看到没有，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说你非常有神韵啊，说我画的有神韵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三二一。